今天呢，老婆，蘸蘸的鸡，哇，好大个！沙姜蘸蘸鸡来。听说蘸蘸的生蚝也是很新鲜的。好鲜哦！好鲜啊，真的，什么都不用加了，已经很有味道。再一点芥辣，芥辣炒的，有方法啊。你上次吃到吗？炒，没炒吗？好新鲜。我炒的。哇塞！你看那个螺。哇。我一个手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头，这个头啊，头，这个头很大的那个虾，这个头很酸，就是很鲜。上来一个，上来一个。慢着说啊！好大的肉啊，好大！哇，真的是好大！你看我的面是不是好大？这么大！来，慢慢吃一点，不要你口味慢慢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虾很便宜，才五十多。我萝卜呢？才50多块钱一斤。到我吗？来，两份。这种虾才50多一斤呢。在干什么，小虾？在我们澳门这边根本吃不到，来蘸蘸吃海鲜是没错的。妈，你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